麦克风 OK， 现场准备哦，来，三二，耳目一新，开麦秀。你我没有距离，就在这里，中心点滴回去，还要有你，大爱融一起，彼此心连心。缺一都不行，让你耳目一新。好，全球的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啊，还有脸书的好朋友们，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我是大爱台人文推广部的王文倩，大家都叫我西西。哎，其实啊，我进慈济以后啊，前十年呢，我都要说我是周元的太太。然后现在呢，我儿子在静思人文已经十一年了，他要负责关怀十个门市，所以我到了他的辖区呢，都要说我是恩中的妈。哎，麻烦小编给我们一张那个全家福的合照。那我师兄呢，是在三十年前啊，就做了慈城对歌的词曲。哎，因为哦要这样子，我才可以定一下说，哎，我们有一点点久了啦。那个时候因为还没有什么哎音乐人啊，所以我师兄做的慈城对歌。那很感恩今天呢有这个机会在这里跟大家见面，然后特别要感恩我们的小编帮我们做的 promo 带啊，我们盗用了一下那个文倩的师姐周报，跟他稍稍不一样。不过有人那个回我的时候就以为说，哦，是我要去上文倩的节目不过这样也达到一点宣传效果了。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会分成三个单元啊。第一个单元我们等一下会请小五导播来分享，第二个单元是我们新闻部的同事玉婷，那我是在最后一个部分。今天这个小编帮我们做的这个宣传稿哈，结果呢昨天啊，我的一个荣董打电话给我说啊，她婆婆终于愿意多吃一点素了。但是他打电话来问我要怎么样做那个鸡卷啊，鸡卷，鸡卷，我不会手工菜，等一下我会跟各位分享我做得到的，你们也做得到。那我们现在看一看，哎，有谁上线啊？我看哦，怡君，感恩怡君，广播怡君当然自己要咯，怡君，然后怡慈师姐，对。那个王万毅我不认识了，不过我看这几次他都在那个线上，他是非常的护持网络电台的。那欢迎大家还可以继续的来给我们那个鼓励一下哦，点点名哦。那接下来啊，我想先介绍一首歌曲。那因为哦，慈济歌实在很多很多都很好听，那我想我还是要介绍跟我稍微有一点关系的，那就介绍我们家师兄做的吧。哎，他除了做慈城对歌以外哦，还有一个慈青的联谊会歌，大专青年联谊会歌。我师兄啊就是一个非常阳光热情的人，所以他做的曲呢，慈城对歌、慈青歌都像进行曲一样。那就麻烦小编。光接善缘，调和声色力竭。
好，我看到了那个华荣师姐跟孙巧培师姐，两位呢都是纽约然后广州台湾三个地方飞来飞去的师姐哈。啊，华荣师姐呢也是我们大爱公益广告的赞助厂商，那说要学给更的就是她的婆婆啦，哈，这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那再来哦， Eric 是我们自己广播嘛，感恩你哦。那接下来啊，我们要介绍一下今天要来分享的。其实呢，小五在大爱电视台应该算是推速第一卖力的哈，不敢当。小五呢以前是新闻部的导播，做了20年。那有一天呢，他就想着说，想要因为受证以后，希望能够跟志工很密切的一些交流互动，感受志工的热情跟那个愿力，所以就转到我们部门来了。那就而且小五啊做的一手好菜，我是说的一手好菜，他是做的一手好菜。那我们欢迎小五导播问候一下。Hello， 大爱网络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以前是新闻部的导播，然后2018年现在转任在人文推广，我叫小五。好，那小五我请问一下，是你是什么时候什么样的因缘决定要开始吃素？其实我第一次长时间吃素是来大爱台，因为大爱台1998年开台，然后呢那时候有新训营，然后我们那时候营队时间很长，我们那一梯是9天到花莲，然后那9天呢就是我人生第一次超过1天的素食，就是连续9天都吃素，但是也就吃着吃其实很习惯，可是也不晓得为什么一回到公司上班呢，大概2天后就又还原成正常饮食，就是说 把素食抛诸脑后。那直到13年后要培训的时候，而培训的那一童年呢，因为姐姐是高龄怀孕第一胎，然后后期有妊娠高血压，然后妈妈又是要动人生的第一个大刀，因为她的脊椎压迫到的脚大腿神经，所以必须要开刀。那时候心里面就发了一个小小的愿，然后希望如素一年，然后为姐姐的生产祈福，为妈妈的开刀祈福，然后同时因为也进入了培训期，所以就决定以素食来度过那一年。然后中间有很多，比方说我们看到了一些生命的呐喊的影片啊，还有自己会去吸收一些素食的相关知识。一年期满的时候，曾经有个念头是想说我要不要再回到吃荤食的状态，可是就很奇妙，你就是觉得说既然我都可以走一年了，为什么不继续走下去，所以后面就是一直吃素到今天，然后大概到今天大概就是10年左右了。哦，也10年了。对，哎，我记得哈，哎，我们在大爱台推素的期间呢，是有一个同事93，戏剧部93，那一年也是他妈妈手术住院，那他就想为妈妈来发愿，是哦。可是呢，因为刚开始吃素，他找不到去哪里吃，下班以后，啊，有时候哎晚下班，然后肚子已经很饿了，然后开着车到处走都找不到，因为他个性有点急，他说有时候都要发脾气了。不过他还是度过了，而且过完了那1年，到现在他还是继续的吃素。对，那时候啊，因为他们比较外食，我偶尔做了生菜沙拉，因为我有一次看到他们就买外面素fast food 的那个沙拉，那量很少，所以我有时候有做沙拉，我就会分享一份给他，让他可以少烦恼去找那个吃什么。我们看到那个慈韵师姐。感恩我们西东的好朋友，感恩秀丽姐。哦，秀丽，哦，还有我们那个财务的那个小雅，小雅也是好朋友，感恩哦。不敢说叫大家都不要工作来上我们的线吧。不过能影响到的还是这些人。那还有啊，那你在大爱台里头是怎么样来推动同仁吃素？我
受证之后呢，刚好新闻部因为我们有早晚班的分别嘛，是导播要轮班，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因缘，我可以承担说，哎，晚上上晚班的时候，为了让大家减少外食，然后自己又对于做东西有兴趣，所以就开始了我的焖烧锅之旅、啊、然后我就会、做一些焖烧锅的素食料理，然后晚班同仁大概8到10个左右的同仁，就是我们会一起共餐，对。然后那时候我有个小竹筒哦，就是大家共餐就是25块30块这样子一餐，然后那个竹筒满了之后我们再把它捐出去，然后那个时间长达了好几年、哦嗯、然后但是我必须要很忏悔，但是我也不后悔的事情，就是说我好像没有在这持续的供素食的当中影响到别人，因此改变由荤转素。对，那我自己也很相信因缘，因为为什么、嗯、因为我回想到我从新训营一直到我吃素中间间隔了13年之久，也就是说我都要经过13年才去觉醒说啊，原来我们其实不应该去伤害生命，去应该要护身这个概念。那所以说哎，别人虽然很享受我做的素食，但是我也不能去勉强别人去做任何的决定，所以有一点忏悔但是不后悔，我还是会持续做、埋下一些素食种子的好善因、好善缘，然后期待有一天能花开见果这样子。嗯，我印象哈，你好像有一次提到说，因为老实讲，你每一天都要做10人份，这不是很少的量哈。嗯嗯嗯。我常看你啊，中午来上班，你就是提着2个焖烧锅。对。有一阵子太累了，是不是曾经有退转的念头？有，因为我们有时候做一些新闻改版，或者是说要转型的时候、嗯、其实业务量就会变很大，但是那个当下就会觉得说，哦，我为了要做晚餐，可能早上就要开始张罗菜，然后进厨房弄西、嗯、前置作业当然就要花2个小时左右，然后我内心就在想说，我要不要继续这样子下去。后来有一天我的主管就是竹崎、嗯、他就提点了我一下，他说你其实这是菩萨助缘，你每做一餐素食跟大家分享，大家就可以减少一次吃荤食的机会，他说这个殊胜因缘要把握。那他这样一提点，我就突然又觉得说，好，我不能放弃也不能退转，所以我就是依然持续，就是只要有安晚班的时候、嗯、我就是做我的焖烧锅料理，然后跟大家分享，这样也很感恩当时的有善知识的提点。对，那个说说你姐姐吧。哦，我姐姐她曾经有过想要创业，那姐夫、嗯、姐姐跟哥哥曾经想过创业，那在4、5年前呢，他们有一个念头，因为我姐夫很会做牛肉面，然后只要吃过他做牛肉面的人都说好吃，于是曾经有一度听他们在提说是不是要开个牛肉面店之类，然后就是用这个来创业。可是中间经过几次辗转的讨论啊，然后刚好也有朋友说，哎，有咖啡的部分可以去思考看看，然后它也是一个很有前景的事业。那后来就是这样子辗转，就转换成是哎去经营咖啡、嗯。然后直到今天，这个疫情非常的严峻的时候呢，我姐姐就突然跟我讲说，还好当时做了一个对的决定。就是他们做的是咖啡的生意，对，咖啡店 的生意、嗯、然后因为咖啡本身从源头到下端它都是没有任何跟荤食有关的，然后他在这波疫情里面也相对是影响比较小的，然后他就觉得说很珍惜当时的那一念心，然后也许也就是因为那一念心让他现在还可以很平稳的这样子走下去。哦、还是可以，咖啡店的影响就比较小一点，比较小，对、而且昨天我听你说好像他也觉得、嗯、啊，小五导播做慈济这么多年跟他有做有保比，
对呀、啊，我姐姐就是因为她这样子几次下，因为她自己也有去做一些简单的禅修嘛，她是在别的道场有去打坐，然后呢，那些师父也是会跟她讲一些那个比较新因缘果报的东西，然后这样子几次下来，他也觉得说，哎，做好事结好缘，说好话，确实他回馈回来的东西都是好的。所以有时候我有一些义卖啊，或者是说需要募款啊，或者是这个帮助别人的事情的时候，我姐姐都会共襄盛举。所以我这边就有好多，因为他也是我的会员，就是说全家都是我的会员。嗯，对。那我觉得说，哎，这是一个善的循环，然后因为我姐姐也感觉到说，哎，这个善的循环其实也让她无形中，来的客人也好，或者是跟朋友的互动也好，哎，整个磁场跟气氛都是好的，对。哦，那个，所以小五哦，真的是没有白做这么多年，家里人也比较受一点影响哈、哦嗯。那在大爱台啊，你有带动了几个推素的活动，分享一下。哦，大爱台，其实从2015年，因为我2014年曾经动过一个大刀，然后那一年也就是我生命很大的转捩点，也就是说2014年7月，我因为那个大刀，然后辗转进了加护病房，然后当中呢就有很多的祝福跟很多的集气。嗯，然后我经过2个月的休养，10月复职之后，我自己心里面有发了一个小小的愿，也就是说我会很愿意有拿出更多的爱来爱大家。然后不管是西西师姐邀约要推动素食或义卖，或者是说人文活动，他们需要有一个关主是提醒大家尊重生命的一些活动，我都会去报名参加。就是休假时间我就会尽量去，对。那其中就是有一个我承担2015年下旬，我承担了我们人文置业协力三组的组长。那人生的第一次难免就是有点忐忑，对。然后我们承担的就是关于吉祥月推素的事情。然后因为那个时候2015年刚好就是无名风正在扰动的时候，对于慈济的无名风正在扰动的时候，我们在网络的声量呢相对是很弱的。嗯，那所以对于很多的流言蜚语其实是心里很慌，然后很没办法安住。然后那时候在推吉祥月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我就是跟相关单位的策展的人就是有个想法，说我们是不是也要在网络上经营一个推素的平台。嗯，然后他也就是后来小书童的粉丝页的诞生。然后那个时候是有参与到的，就是西西师姐，还有总监，还有人资的同仁，还有我们协力三的全体组队，我们就是共同来策展，嗯，然后办了一个小书童的相关活动，嗯，然后也生出了一个粉丝页。那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助缘。那在那一阵子啊，因为我们的动画特别帮我们放画了这个小书童，一个小男孩，一个小女孩，他这个现在画面上也看得到，很可爱。那这是专业画的，所以我们也要让他发扬光大。那我在记得2015年，因为我们大爱台二期工程准备要动工了，所以我想说啊，那我们敲敲打打打地基，恐怕会让邻居会比较打扰到。所以我想就办了一个敦亲睦邻的夏令营。对对对。那8月25日，所以我们叫825同学会哈。那那个小五也帮了很多的忙，小五也可以分享一下这一段。哦，这个同学会，因为那时候还是导播，然后呢来当志工呢，其实很多志工的项目我也不是很会，但是我那时候很会拿手机拍照跟做一些编辑。所以那时候我就承担了，就是说，哎，活动期间我就承担人文真善美，然后就是里面有画画，有分组画画，然后把每个分组画画把它拍起来，然后拍起来之后呢，再透过那个手机上的编辑软体把它合成是像海报一样，然后呢结合我们的网络的小书童的平台，
好，然后就是一张一张的上传，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希望借由实体的活动跟网络的宣导，然后形成一个虚拟跟实体的串联。对，那那也算是一个很实验性质的一个推出活动。那后来在因为那个关渡的台北艺大，他每一年从2015年，他也开始带动一个叫做关渡节，对对，闹热关渡节，因为他想把它打造成一个国际上都知道的一个活动啊，所以也都有邀关渡附近的公司行号啊，那个这个团体是跟李明都学校都参加，那我们也都有参与这个部分，你好像也投入很多。也很感恩那个部门的邀约，因为主办单位是媒体营运部门。那个时候我刚好也是搭上小书童，然后因为为了这个小书童可以上街走街，然后呢西西斯谷也是想方设法说让我们变得很亮丽，所以他西西姐就邀约了那个裁缝，对，然后就是做了一个小书童的围兜兜，嗯哼，然后又打造了那个小书童的帽子，然后我们就邀约新闻部的主播跟他的小孩，节目的主播小孩，就是让同仁的亲子上街，然后去响应这个闹热关渡节，然后我们的主轴就是以推动蔬食加彩熊盖赞，然后后来陆陆续续也跟社区结合，就是我们不只有小书童的那套衣服，我们还用了社区的那个蔬果装，所以大人小孩就是都扮演成蔬果的样子去走街，对，然后所以就是有慢慢叠加，就是那个宣导的能量慢慢往上叠加，然后希望也能带动成一个社会的茹素的气氛这样子。刚刚那个前面啊还有一位薛玉兴，他说他上线了，他说他想吃焖烧锅料理。哎呀，玉兴小朋友，请你那个私讯玉兴是我知道是谁啊，他今天晚上会来跟我们一起全家好舒服共餐。哦，是是是，好，那你自己跟小五约咯。我们私约咯。好，还有一位啊，因为英文的名字那个相片很小看不见，英文他说第一次看直播就是西西师姐的节目，英文是维奇尤啊 YUU 尤。好，感恩你啦 anyway，谢谢。是，那接下来呢那个对，我记得你有分享明君他一个爆料一下吧，你把他爆料一下来。明君、那个、不好意思哦我也不晓得你在哪边爆过料，不过我今天逮到机会就顺便爆一下你的料。因为明君是我的老同事的，因为我们几乎都是在开台前后就已经来这边报道，所以他从执行主播气象主播一路到现在资深也是编辑，然后自己又很精进，又去上硕士班，就一路走来。可是呢，我到很后期才知道说，哎，原来他在有一段受证期间是吃荤的耶。然后我心里就很压抑哦，然后他有一次就发愿说他要吃素，然后但是他发愿吃素之前呢，有另外一个愿，就是他要环岛吃遍环岛的美食，荤食的美食。然后后来他就是在分享的时候说他当下怎么那么愚痴，就是当主播然后不敢接社区的推素，然后去荤食店还遇到其他的志工，他就腼腆两箱腼腆，然后就是觉得很不好意思。然后不过现在已经是不但吃素，而且他还到处推广，对，就是还非常的认真推广，所以你说人真的是可以转变的。因为明君的那个知识性很高，他的分享。对对对，好，那那个小五的部分呢我们就先告一个段落，那接下来我们来还是听一首我们家师兄做的熏法香。哎，这个是静思人文这个出版的啊，已经绝版了。
如心里有情，无间无语尊重修，皆心圆满报是恩，身庄严宗门无量义，心清净法脉妙莲华，传法正觉道，流度万行，常实修，律仪具足，好，接下来，要介绍一位我们新闻部的美魔女，吃素也可以这么美丽，江玉婷，请她先跟大家 say hi。大家好，我是新闻部国际组的编译，编译资历是6年多，吃素的资历是2倍，12年。哦，真的？那吃素的因缘呢？我的因缘好像没有像小五导播那么多的曲折。虽然应该说我本来一开始就是一个蛮喜欢动物的人，但是同时又是一个无肉不欢的人，所以这一点在自己心里面其实常常觉得纠结，很纠结，对，但是又不太想去面对，因为很难放弃美食嘛，对，就一直会想说，那我几岁，40岁之类的，或者45再来吃素好了。但是呢，就是在我30岁的生日的前后吧，就是一个也是奇妙的因缘，我就拿起了在我书架上一本买了但是有一阵子都还没有看的书，然后它书名叫做乐活志。对，乐活这个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也曾经蛮夯的这个词，对，但这样就讲到我30岁12年，所以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这个词最早那个时候，那时候是几年啊，所以是大概1998年左右嘛？不对，2020了。哦，没有，那没有那么久，就是2000，对，大概2008年的时候。对，但其实“乐活”这个词是1998年就出现，那它本来指的是就是可以用一个永续而且健康的生活方式，然后在做各种消费决策的时候，都会想到要能够考虑到自己跟家人的健康还有环境的责任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买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不知道它会跟吃素有关，只是觉得说是一种健康生活方式，但那天打开来一看，它其实是美国一个善待动物组织的创办人他自己的心路历程，就是除了讲到很多他发现很多的产品的制作过程里面其实是对动物很残酷的，然后还有就是他发现很多动物就是像例如鱼类也会有感情，有彼此之间有互动，这一些资讯那我就受到了很大的
冲击，然后再上他们的网站去看了一些影片。那当然那些影片也真的是震撼教育，因为就是养殖场或者是屠宰场的一些画面，然后我当天就受到很大的震动，就看的时候是泪流满面，然后所以我吃素是就是一步到位，就当天就开始吃素了，这样子。对，哦，上人说这个要改就要一次到位，不要慢慢改，是一次到位的开始吃素的，这不简单。对，那然后然后我有准备一段影片。其实虽然我吃素资历这样当然不算很资深，可是可能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我有养了五只狗跟两只猫。那猫因为健康好像还有一些给他们吃素有一些争议，所以没有跟着我吃素。但是我家的五只狗都是一起吃素的，想给大家看他们吃花椰菜的影片。哦，好，感恩小编。已经在播了是不是？哦，好，就看一段。这哎，哦，我看得到，对哈，对。所以你都要煮是吧？就是偶尔除了饲料跟那个素食的罐头以外，哦，会准备一些青菜或者是水果。那当然狗要荤转素的话，最好还是渐进式的，从那个比例上面来调配饲料的那个比重，慢慢从那个荤食的饲料转成素食的会好一些，这样。对，这不容易。那你们家狗狗也就适应了？他们就是没得选，没得选。那你就是先从那个比例，就是说素的比例少一点，慢慢增加。对对，当初转到素的话，让他们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像对自己那么残忍，是就是当就是一步到位这样子。他们也很有福报，但好处是就是去看医生的时候会做一些血液检查，医生是说他们都很还算蛮健康，而且都长寿，大概都已经现在都已经十二三岁。或者是还有十四五岁的，其实玉婷的另一半啊，为了他吃素，那个另一半本来是没有吃素的，因为很喜欢他嘛，哦，就为他吃素了。那他很低调，所以我不说他的名字了。那你在那个生活上呢？生活上哦，对，不好意思哦，我刚应该要继续讲，就是在我开始吃素以后，其实我还想要更了解跟动物，就人类对待动物、农场动物的方式这些相关的知识，所以我有再去自己做了一些功课，这样，然后就认识。我想要介绍一位我非常欣赏的，算是一个偶像般的澳洲的哲学家，他叫做 Peter Singer， 就是彼得·辛格。那他在1975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动物解放》。就可以说是动物伦理领域的圣经。那辛格他是效益主义的哲学家，效益主义他重视的是行为，某个行为他能不能增加快乐并且减少痛苦，所以他两个最主要的观点，第一个是说要从道德上去体认到动物它是具有感受痛苦的能力。那第二个观点就是说，我们要同时考量人类跟动物的利益，不能去漠视动物的需要，这样子。所以道德考量重点不是在于人类，因为人类有理性思考的能力，所以就应该以理性能够思考的人类为优先，而是要去兼顾到各种生命的感受能力，这样。好，那接下来就要提到说我们大家现在对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当然这些都是很都知道，这些是很政治不正确的一些想法。但是有没有想过，其实也存在着物种歧视？就是，对，第一，那物种歧视可以分成两大点来探究。第一个就是人类中心论，认为人类自身的利益高于其他物种的利益。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以前也有常常会觉得很矛盾的地方，因为我虽然很喜欢小动物，但是我却把他们的利益看得比农场或经济动物的利益还要重要。嗯，对。
所以反而就是因为觉得某些动物可爱，所以我们才需要重视，或者像熊猫啊这一些保育类动物，我们才去重视他们的利益这样子。所以我们要保护动物的基础呢，辛格认为不是基于我对他们有没有偏好，而是应该同等去考量所有动物的利益，然后以有限资源来行最大的善，减少最多动物的痛苦。那再从这继续延伸下去的话呢，我们就应该要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现在世界上面痛苦最大的动物，痛苦最大的地方在哪边呢？那当然就是经济动物所受的苦。对，因为全球每年有600亿只陆生的动物，猪鸡牛羊这一类的会被屠宰变成食物。那在台湾呢，农场动物的数目是同伴动物的50倍之多，同伴动物当然就是指宠物啦。好，所以那这些动物就算我们有 CAS 嘛，那个屠宰的标章，肉品的屠宰标章，即使在屠宰方面能够人道的去处理，但是他们的养殖过程中也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受苦的过程。对，然后再来就是再问自己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般人能够做出最大贡献的是哪一方面？当然就是少吃，或者是不要去吃，不要去吃肉。对，所以就是尽量蔬食，然后拒绝这一些工厂化养殖的经济动物的产品，就可以有效减少动物的痛苦，从我们的消费行为跟市场机制去改善整体的动物的处境，这样。哦，上一次因为人文月会的时候啊，我其实就是讲了这一些。对，因为我觉得你的分享，毕竟哦是我们新闻部的同仁，所以是很有知识性的。对，因为我希望可以从不同的观点的让大家思考一下这些吃素的面向，而且你自己做到了。对，好，那我们感恩玉婷今天的分享。好，谢谢。那接下来呢，那个。请小五导播可以来换场了，小五准备一下。在其实呢，2004年、2003、2004在 SARS 期间哦，我就编了一本这个小食谱。那当时就是因为觉得说，你要推素，你要教人家怎么样吃。那到2010年的时候呢，上人那其实召集了很多年，那时候说非素不可了。那在那一段时间呢，我又做了第二本的那个新素食宜的小食谱。这样看得到吗？新素食宜小食谱。那时候啊，就是很方便各个这个师兄师姐，各地的师兄师姐能够去跟会众结缘，所以我做了这一本。几乎全球都有在用这一本。发行量20万本，快要直逼以前的月刊《慈济月刊》了哈。那先请小编准备那个 call out， 那个王明老师。那在那段时间呢，因为我们要全面的推素，所以剪了有3支片子，一支呢就是养猪户骆红贤的觉醒，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哦。那还有一支就是新竹科学园区王明勇师兄。那他是在竹科，也是那个科技公司的高阶主管，他负责研发方面，所以其实压力非常大。那他呢，在有一年就这个发现他癌末，但是他从此开始吃斋念佛，然后就我们小编准备好就可以 call out 他，好了，我就可以。好 ，call out 好了，我们就可以跟他对话了。那时候啊，说实在，2010年看到他的检出，哦，王师兄上线了，王明勇师兄你好，你好，师兄现在上班吗？好，感恩你哦，声音好像清楚吗？大家，你等一下哈、哦。好，好，这样可以吗？好，我先简单说一下 ，OK。那时候啊，其实，我们看到影片跟2010年已经事隔7、8年了。那我想说，那这人不晓得还在不在，所以我辗转的呢找到他了。
那到现在一直都有联络。那我们请王明勇师兄跟我们稍微说明一下，你那时候是怎么样走过这一段路的？请师兄。Okay, 我早期在美国的时间呢，大概是做 RD 的，那工作非常的辛苦，所以也慰劳自己啊，也是大鱼大肉的。那回到台湾的时候呢，还是保持这种工作的状况跟生活不正常这种状况。到民国的87年，就开始有不舒服的感觉。那87年的9月呢，去做了一个检查，就发现癌症末期。那经过了台大3次的化疗，好像没有什么改善，最后台大就不放弃了。其实心里蛮沮丧的啊。还好，我85年就参加自己这样的事，所以还算有一点重要的一点。就请示师傅呢，师傅给我两个建议，一个就是让我忏悔，那第二个就是送纸药师经。所以，在医院没有办法在做任何治疗的时候呢，我就回家了，88年一夜回家。88年的一夜下旬就改吃素，算起来到现在也有22年了。就这样一路走过来，忏悔、诵经，然后吃素，然后行善，这样走了22年了。就是无私的奉献。我记得您分享的时候很强调这一点，而且每一年，您都把这个下一年的行事历要做志工的时间都先把它排出来了。一年做几次的志工？因为我长时间在国外哈，那所以我会在年底就把明年度的行程先排好，是，基本上我一年会安排6个梯次，回花莲。6个梯次，每个梯次有的时候是医院志工，护法金刚，或者是福田出坡，所以一梯次大概都有4-5天喽。对，那大概一年大概安排了1个月时间回花莲做志工。哦，那你的假期几乎都在做志工了，真的是无私的奉献啊。那个瘤还在不在呢？那个肿瘤，您的在脊椎上的肿瘤现在还在不在？我已经20几年没有回医院做检查。哦，都没有再进医院哈。好，所以就是跟他和平相处，你也活得健健康康的哈。这真的不简单。基本上除了就是说和平相处之外呢，那还有一个就是更进一步的想法，就是这样的。因为自己本身以前呢招了很多杀业，就是喜欢爱出什么海鲜嘛，那所以基本上呢有很多的业果报存在哈。那既然那现在业果报事件呢，那我就带着业果报一起来共修，一起来行善，那大家也在学佛，那感恩呢？感恩这些冤亲债主出现，让我们就有重新还钱的机会。所以我强调说，无私的奉献呢，就是因为你既付出，去行善，去付出你的行动，然后带着这些冤亲债主们一起来共修行善。哦，那感恩师兄哦，那个我记得有一次你分享，你说你有一次很痛，那你都一直读诵药师经，
那那一天呢，一天24小时，您一共送了22部的药师经，所以等于24小时里面，22个小时你都在诵经，你才度过了那一天哈。所以也那个想跟大家分享，吃斋念佛精进，这也是上人要我们现在天天叮咛我们要精进哈。那就感恩王师兄哦。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请您多分享一点，感恩。感恩，感恩。那个线上哦，很感恩慈韵师姐啊，就是不断的给我们鼓励哈，还鼓励每一个玉婷美魔女。啊，好，我们小五再回到现场来。我又回来了。对对对。那我想分享一下那个现在该我的秀了啊。是。其实啊，我以前负责大爱台的参访的时候呢，我是不管再大的高官来，我都是最后会讲到斋戒的重要。不过呢，如果我们太佛言佛语，也许人家会比较有距离。那我会从2004年有一部电影叫做《明天过后》，请问小编，你知道这部电影吗？有看过。有看过，看过电影还是看过名字？我知道这部电影，但是我只看过结局，就是那种看结局冰封生命教育课的时候，老师有就是截取一个画面这样子。这个好，对，那时候看你会觉得特效很棒，对，只是这种感觉。但是呢，在2009年有另外一部电影《2012》，这你可看过？小编有，有看过，那就是玛雅。预言哦，说2012是世界末日。然后在2011年的时候，日本海啸。对，你那时候就觉得好像离我们很近了，觉得好不真实，因为那个画面像电影情节。对，可是它真的发生在你的眼前了哈。对，那在其实，2009年也拍有还有一部电影叫做《全面扩散》。最近我在电视上有看到，对，所以其实他那个也在讲病毒，对，2009年病毒大流行，还有比尔盖茨最近大家也有把他5年前的分享拿出来讲，就说在未来数十年，任何东西有任何东西能够杀死1000多万人的，那极可能是具有高传染性的病毒而不是战争。对，所以这就是上人为什么一直说来不及来不及。我有一个我的母鸡啊，李佳颖师姐，我也常跟你们分享，我这个大母鸡非常可爱。他们家是环球货柜，那他有一天就想着他的货柜装的东西呢，不外乎就是有冷藏有冷冻。那冷冻是装什么呢？对，原来就是鸡鸭猪牛羊。 Oh my god。 对，所以他就想，那我的公司是不是就是停尸间啊，好可怕。对，所以他就像上人说，我们肚子里装的跟他蒙啊蒙啊坟场坟场。所以他有一天想到这样，佳颖师姐他就决定他以后不再收冷冻的肉品的生意了。对对，这5年前的事情，这也是不简单。你要舍得，能够舍得下，因为毕竟它是比较赚钱的一个项目。那我儿子吃素呢，其实我是这样子啊，我其实忘记了，但是他我们最近听他分享，他都就会讲以前我怎么样渐进式的让他吃素。是，当从以前的一块这个猪排，然后变成肉条再过一段时间只给他吃肉丝，再后来只有碎肉，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他就比较不会嘴馋，他可能也比较感觉不到，不知不觉就戒断了。对，其实不瞒各位说我们也不要笑明君导明君主播，我没有贪嘴的东西，我自己也是渐进式。我刚开始吃的时候，我还跟菩萨请假说我不吃牛肉了，猪肉也不吃，但是我还要吃那个新东阳的果汁牛肉干。那有什么差别？那是我唯一爱吃的零食好吗？不过我也蛮快就全面素了。懂。那在其实2014年我在大爱台也有办了一个那个推素，就跟我们现在大爱台里在推素的模式一样。那时候当然是希望说同仁可以跟
家人把素食带回家，他们一起共用晚餐、嗯、这样你就是所以小五刚刚说你在新闻部以前、嗯、你也不知道到底谁因为你最后吃素了，可是至少他那一顿吃了素、嗯、他就没有出去吃荤了嘛。对对、所以我也是抱持这样的态度、嗯、那最近呢那个我也在社区陪伴他们一起推广怎么样吃素，那我们就用那个餐券方式、嗯、再麻烦小编可以给我们那个社区、嗯、药局的那个送餐券那我们想最近因为排队买口罩的人很多，对，那他们也走不了啊，所以啊我们就可以利用他这个人潮借力使力，借力使力不过讲的时候要非常小心，不要让人家起烦恼。对，这个真的是那个我也有碰个钉子啦那我们只是很友善的就是给他餐券，他愿意的话可以事后跟家人到附近的素食店去用餐、嗯、对，那三月底开始到目前为止也有100餐哦，有100餐次、欸、我觉得 OK 啦、嗯、有节节上升，很感恩、嗯、那就对，麻烦就小编帮我们这样子、嗯、有图片哦，一个个往下，对、嗯、那再来啊我就要开始发挥一下推素达人，我不敢说啦，我们小编太抬举我了、哎、不过你说那个文倩的师姐周报，我跟那个陈文倩是高中校友，真的吗？是是是，我们要谈话一下，对对对对。这小编随便写一下，还真的沾到边，真的是是是，对，真的有关系。所以因为有这一层关系，我不会怕他来那个来踢馆。对对对。那我的料理的部分呢、啊？小编这个PowerPoint 完了就可以放我的那个菜单。哎、嗯，其实啊，我的素非常简单，因为我想我们很多都职业妇女啊，小五对不对？要快。欸、因为很多大香鸡，我不是那种大香鸡、嗯、大香鸡的菜可能要很多的功夫时间，那个前置时间太长，那个王一万真是捧场、嗯、他说他肚子都饿了 啊不是，他说他肚子就像动物 的乱葬岗，真的对对 对, 对，真的是这样、啊嗯啊、所以呢、我的菜呢都是比较简单的，其实荤的有什么菜我就用素的食材、啊、变通，比如说我们讲回锅肉、嗯、对不对，是啊，你那个肉你就用豆干代替不就得了吗，它重要的是那个调味料，对对对，豆瓣酱啊，酱辣椒酱啊，酱汁很是不是、嗯、那个就解决了，对，然后还有你看我是不是说一手 好菜，现在下午有一点真的有一点饿了耶，怎么办我还有一个菜呢，我们家师兄很捧场的、嗯、就是高丽菜，我们一般这样清炒就是甜甜的，对，蛮好吃，嗯，那有一个四川口味，他是把那个、高丽菜炒软了以后就糖醋、oh. 哦、一点勾芡，然后如果家里有宫保那个辣椒的话、oh. 哦、拌进去、啊、或者那个就最后如果你怕辣、oh. 一点点辣、啊、或者是花椒酱淋一点点，它就有那个香味、嗯、提味了，它就下饭、嗯、因为对很多吃荤的人来讲他就是觉得素菜太淡了，嗯，他吃不下去，对，所以我们可以有一点重口味的东西，嗯，那我还有一样呢很简单，嗯，我把空心菜硬菜，嗯，梗跟叶子分开做不同的料理，不同，对，因为叶子你就是那个清炒嘛，对，那那个梗呢，梗啊先用菜刀把它拍扁一点、嗯、它才入味，要不然梗不容易入味，嗯，拍扁当然寸菜切一切、哦嗯、一段段，然后你就再加一点豆干呢、啊，嗯，豆干丝或片，或者、那个有一种丸子非常好用，彩花丸，嗯，各位如果去素料店赶快抄起来抄起来，现在在抖秘籍，只要说彩花丸那你就拿来，你炒面炒饭或炒这个、啊、你就切片，是，嗯，那加一点沙茶，这像不像沙茶牛肉、哦、很像，感觉像它口味就很重啊，对，好，那蚂蚁上树呢，好下饭哦，素的碎肉，小编来碗饭吧肚子饿了小编你听这种菜你不会抗拒吧，好，那我的这个 PowerPoint 里面啊都有这些那个菜单、嗯、那哎，就像那个嗯南瓜哦，对，这个粉丝宝有一年过年、嗯、我还来上你们的也是 live 吧 PP 主持的，就是年菜做年菜哦，对对对，你哎，
你好用心哦，你去那个资料库抓我的影片呢、啊。我上那个新书派那做年菜哦，对，你给小编鼓鼓掌，鼓掌鼓掌。所以小编虽然我们初相逢不太熟悉哦，可是他懂你，对对，感恩你，感恩你，都还抓对了哦。那那个我的菜其实蛮多的，各位可以在我们的脸书上好慢慢的看、嗯。那另外呢，我这个食谱啊，绝版了，绝版了。不过我手上还有七八本。如果你们要的话可以私讯给我们小编，好，这个有七八本，哎，这个也有两个礼拜的食谱哦。那这一个呢，这个比较简单，当时是想说静思的资粮来做的一些东西哈、哦。那这个有个十张八张、嗯、那总共有几张要送我们的听众朋友，总共我们可以有十五份，就是你先留言的、哦、好，那我们小编就会寄给你进行抽奖、太好了、啊、我后续其实还有一个食谱不是我做的，但是因为大家还是很需要、哦、那个我们那个哇，送餐券说顺便帮他买采花完哦，餐券也可以啊，那你要跑来送餐券吗？西西师姐，你要开放送餐券吗？不过那个我们有合作的餐厅是这附近的，嗯，好、哦，你要不嫌弃愿意来跑这么远来吃一顿的话，那欢迎你。请问餐券可以折多少？30块哇，不过当然我们还是要鼓励没有吃素的人。那如果像小五你吃素，那你想带一个同事，我就是要找不吃素的同事一起去用餐。对对对对，那大家不要害羞哈，嗯，没有吃素也没什么，哎，不好意思。就像我们明君、嗯、也这么晚才吃素，嗯，总是会开窍的，他会红的。好，那今天那个谁说立刻跟我说要买采花丸，好，哎，我们这里也有人在帮忙团购这些东西，因为真的非常的好用。那小编，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可以到这里了？好啊，好啊。小编今天哦，好几次被我临时叫一下，他都反应不过来。还是你觉得我们的东西有一点？你有诱惑你？没有，对啊，对啊。想好奇什么？那个蚂蚁上树，对，树的碎肉啊。对啊，对呀、啊，树肉丁。好，我下次做了我就带一点来给你。好，在线上承诺了，小编你有口福了。欸、那个对不起啊、哦，我刚刚你们有讲到那个玉婷有讲到那个数据、嗯，那我也有这个祈福卡 哦，这个就是来我们念一下好了，就是每一秒钟我们杀生2443个生命，好多、哦、好多，你真的不能想象哈，一秒哎、欸，对，所以一天呢真的是秒杀，另一种秒杀，一天就是一天2亿1000万哦，这是我做的餐券，就是一天两亿，我不只是给他餐券，我还要给他看一下这个，所以我会有一个上人的每日一，好像还有一个小括弧说不含水生。生物嘛，就是这个数据 对，就是已经非常多了，连鱼啊、贝啊，不含。那不过大家哈，也不要只是恐慌而已。说实在，应该哈，上人一直说嘛，嗯，我们害怕病毒，却不怕病从口入。那病源来自动物啊，我们不要招惹病源之毒嘛。对，那你不就是防疫之道了吗？对，就是其实，所以至少我们多了说简单也是蛮简单的。大家一定要听上人的话，要。非素不可，那今天就到这里、嗯、感恩感恩小编，感恩小编，那我们就到各位听众朋友就到大爱网络电台随时 follow 我们最新的活动，抽奖活动就有机会获得这个食谱跟餐券，食谱跟餐券总共有几份，说有几份餐券可以无限量，但是我们的活动到4月底。那食谱的话，哈，哎，我旧的我有15份，十五好。那我新的还没有印好，好，大家可以稍微等待一下，欢迎你们。好，那就15份，跟听众朋友结缘。好 ，OK， 好，那今天 CC 姐还要带来最后一首歌，是什么名字？听起来好像现场唱，还是你是要现场唱吗？不是不是，还是我们家师兄做的儿歌，儿歌 ，OK， 做好事不能少我一人，好哦，这也是个座右铭。好，感恩，拜拜，下周跟别人见。Call me always.
手双。